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，只要上映播出，主演们都会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宣传活动当中去。但是电视剧《剩女的代价二》就是一个例外，因为作为同剧主演又是恋人的郑爽和张翰却从未一起同台出现过，难道是有意避嫌吗？我怕观众会审美疲劳吧，对，这样保持神秘感吗？我是这样认为的。虽然在公众面前可能很少见到两人的互动，但其实郑爽和张翰在私底下进展迅速。张翰甚至表示已经带郑爽去见过自己的父母了。就当所有人以为两人好事将近的时候，张翰又表示希望三年内不结婚。对此，作为女朋友的郑爽倒是挺淡定的。那会不会着急啊？我着急还好吧，也不着急，人家都不急，我急什么呀？就男人的事业心都比较强吧，然后这样子想也很正常，也不担心。我觉得因为现在还毕竟没有说结婚啊这些的，对啊，两个人各自发展好了都会对对方高兴的。